接下来这个歌是我们第一首和大家见面的歌，叫做《醉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哦，不是吗？是啦，不是，是啦，不是，是对不对？他们抄错歌单了，剪刀手部门，欺骗上帝在醉的下面，他写错了，家庭主妇会错也 OK 了。你还吓得很帅呢，不奇怪，明明就是醉，哼。你硬要谈罪也没有关系啦，对吧？你硬要谈欺骗上帝也没关系。所以是写一首人的黑暗面，当初在写的时候是借由十诫这个 idea 去出发的，所以里面有关于人里面隐藏的一些罪恶感在里面。我们都需要救赎，所以我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写歌。好了没呀？我没有准备那么多词汇的。有没有点力气去握紧住你的宁静？我的头，我的